你看他，人家给他献哈达，有没有？印尼那个同盟给他献一个哈达，他拿着那个哈达再反了，反过来给他挂在那个印尼的同盟的脖子上，那个鬼就进到这个印尼的同盟的身体里面，而且影响到全家四个人，包括父亲，包括母亲，他献一个哈达就这么厉害。他全身都是鬼啊，真的是，他已经修成了。人家修成的时候，毛细孔里面都是一个一个佛，他修成了，整个毛细孔里面都是一个一个鬼。对，这个都是不太好的现象，这个给他献哈达的要注意了。